师傅，请喝茶。师傅把这个传统的刀送给你。啊，谢谢。希望你把这门手艺在非洲传承下去。拜师学艺。快点把猪舍搬进来。这些家具都是你们做的吗？对，这个家具我们做。家具我的师弟，他做椅子的面子。中国这大剧多少年都没见过了。这也是我的师弟。哦，他在做什么呀？这是他做做竹子，他要做这样的椅子。这些工具已经跟了我几十年了，现在老了也做不动，做不动了我想把这个手艺传给我的徒弟。啊，师傅你放心吧，我会做好的。家具李思思是他中国名字。哦，李思思，都说你的竹灯编得特别棒啊。你怎么到我？李思思说什么呀？他们做灯笼有钱赚，不用依靠别人。很多人很高兴。哎呀，李思思你太棒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什么意思？让我跟你一块做灯啊？可以，来。哦，是这样做。这个视频有没有人看吗？我相信会有很多人看的。我不会做家具，我会唱中国歌。还有这才艺呢？对，来表演一个。就把这树根送给失意的你，是喜是悲，尘缘注定不折磨自己。就把这树根送给迷茫的你，无爱丧丧，无泪过往，告别昨夜的愁。